把这汤盘放下边。好。你们两个停一下，哎，你停一下，停！我现在传达管理员的最新指示，为了保证明天的开业，二位老板现在回家休息。那怎么行啊？对啊，我们不累。怎么不行啊？明早5点钟还得起来买菜呢，现在不睡觉，明天起不来，只能捡菜叶子了。快回去！好，我们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嗯，这就对了。来，行，你放了。你也回去，这是我的啊！去！别呀、啊，咱们爷俩一起，正好弄完了，我去火车站，啊，坐夜车回去啊？夜里2点过路车，睡一觉就到了，多好！哎呀，风雨无阻啊，每个星期都回去一次，这个当儿子的真不容易呀、啊。应该的。你自己在车上一定得睡会儿啊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傻子。那不然你以为呢？哎，赶紧回去吧，你们。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我们走了。好，哎，走吧。啊！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啊！他跟你说啥了？没说啥。啊？真没说啥？真没说啥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快点加快速度。小丁护士真的不来跟我们一起住了。嗯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我要是提前跟他商量一下就好。我也真是，什么事儿老是擅自为格而做主，这毛病我以后得改。也好，省得每个月啊你还要贴钱呢。你怎么知道我贴钱呢？知道，我住那个房呢和你这次给小丁租那个房子是一个价。以前呢，管理员每个月也帮我贴钱，后来我把钱还他，他还跟我急眼了。行，等熬过这阵子吧，我一起还他。上次欠的钱你还清了吗？快了，快熬到头了，争取呀、3个月之内把它还清。你能不能不还钱呀？你不还钱，他们能拿你怎么样？我也想啊，可能就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伙。哎呀，谁让我家欠别人钱呢？没办法，一咬牙还得还。跟你说了，给格尔租的房子啊，我跟夏天商量了一下，我们不退了，我们准备把我公公接到城里面来住。哎，这主意好啊！可是以前他不是不来吗？现在答应了？还没呢，他以前啊说他一个人住习惯了，其实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，我们知道。哎呀，说的也是啊，能够理解啊。不过呢，这夏天每个星期往回跑，好几百里地呢。这也够辛苦的啊！哎呀，辛苦倒不怕，最重要是把一个生病的老人扔到家里面，我们也不放心呀。哎，好啊，能说服老爷子吗？他能来吗？我跟夏天商量来商量去，想两张王牌，这回估计差不多了。第一呢，我们跟他说夏天来回特别辛苦，打一张苦情牌。第二张我知道了，接他来陪孙子是吗？对。哎呦，你俩真行。孙子还没眼儿呢，不过啊，你们这两张牌啊，都打中了老爷子的七寸，
请进。王主任。哟，丁护士。哎呀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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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，不对，现在应该称丁医生啊。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今天是来交毕业证的。毕业证还没寄到呢。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聊一聊我的名声问题。我之前不是一直住在护士宿舍吗？我想搬出来。你想住单间啊？对。哎呦，你这可就有点为难我了。总务处已经说了，咱们医院新招了20多个护士。你也知道，这宿舍实在是太紧张。哦，对，你今天来正好，我还有事儿跟你商量。你们宿舍其实也安排了一个护士，只是一直还没有搬进来。一个宿舍住5个人？哎呀，不，4个，等您搬出去，他再搬进来。我想跟您聊的就是这个问题啊，我想搬出来，但是院里让我搬去哪儿？你也知道，这不光是咱们医院，这全市各大医院都是一样，对吧？给护士提供宿舍楼，可是您现在是医生了，当了医生。我反倒没地儿住了啊！不，总务处的规定，一个月有50块钱的住房津贴。50块钱啊，租房。哎呦，津贴而已，是不是？你也不能让咱们医院全拿是吧？我不要津贴，我想要房。那你只有去找院长了。程院长。是啊，其实您这些事儿都是归他管，您不知道。咱们院里新分了一批专家宿舍楼，陈院长都给放弃了，高风亮节。知道了。哎不，丁医生，要不然我再跟总务处去。您能给我解决房子问题吗？哎呀，要不然我就地给您干。大海，来带进去。哎，郝主任，哎，你怎么这会儿才来？都没什么吃的了，就剩点面条。没事，就这个。来，面条也得多吃点啊。给。哎呦，哎呀，你怎么老是饭没了才来呀？你要忙给我打个电话，我给你留着嘛。我给他们说一声，这重新给你做点什么。不用不用，我吃这个就行。您可不能以权谋私啊！哎呀，给钱就行了嘛，这个私啊，我还就得谋了。哎呀，真的不用，我就想喝点这汤面条，不用。哎呀，有事儿啊？楠楠最近怎么样啊？啊，她出差了，走之前不是去过您那儿吗？哦，对。哦，对了，阿蒙离婚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今天上午办的，他刚给我来过电话。那个人病好了？好了，听说还挺感激楠楠。啊，太好了。哎呀，照顾人家好几年，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好，楠楠的革命成功了，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跟程院长的窗户纸什么时候捅过呀？这个呀，您就别操心了。哎呀，你不好意思，我去跟他谈。您谈什么？哎呀，这个程院长他太磨叽了，我早就看不下去了。不用您去谈了。啊？窗户纸捅破了？差不多了吧。哎，他怎么说的？您看您。哎呀，我就想知道他怎么说的，快说快说。他说呀，他不搬家了。嗨，他不去专家楼，跟这个窗户纸有什么关系吗？您想呢？啊？
哦，他是想跟你这么门对门的住着啊？红灯记里的台词儿，不拆墙是两家，拆了墙就是一家。哎呦，哪有您想的那么复杂呀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还我复杂的，你们知识分子啊才复杂呢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到了。哎，程院长。你在这儿？怎么，你也没吃啊？没呢，我去给你们做去啊。哎，没事儿，我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不巧，食材没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口面汤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没吃饭，他也没吃好，不行。哎，我吃这个行。不行不行，吃这行，绝对不行。啊，哦对，吃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要不出去吃？不用，就这个。我请你，走吧。我请你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请我，我哪有面子啊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争了，我跟你们断个官司啊。今天你请，明天你请。嗯。我也没办法呀，她是我妈。她管你要钱，她凭什么呀？她好意思吗？他也没明着要，他就说腰疼没钱看病。是，一天在牌桌上十几个小时，腰不疼才怪呢。他说他现在晚上不打了。晚上不打，从一早开始，那不还是十几个小时吗？哎，丁小强，我也服了你了。你妈赌博输钱腰疼，你就赌博挣钱给他治病是吗？你俩谁是亲的呀？啊？我，大街上呢，别说了，给我留点面子。还知道要面子。丁小强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答应过你爸要照顾你，没错，但这有条件，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敢踏进那个什么什么网吧半步，你再叫我姑试试。姑，你别这样。我知道错了，姑，我真知道错了。真知道错了？嗯。知错就要改。身上又没钱了吧？还有，今天没输多少。你再跟我说个输是，我打死你啊！我烦死！车来了，把钱拿着，换车吧。我行了，姑不生气了。别再去网吧了啊！平时也不能把自己的时间码得太紧，除了工作之外，还是要懂得生活，生活也很重要。你知道吗？我还跟着电视写插花呢。哎，那就很好啊！你把自己的闲暇时间，对不起，都给填满了。哎，小莲，什么事儿？程院长，我公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刚一下火车就晕过去了。先送急救室，我马上回来。怎么回事？
们不用紧张，患者已经清醒了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告诉你们，初步判断患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，至于扩散到什么程度，还要等进一步的检查结果。夏师傅，您醒了。是不是我在做梦呢？不是。我还活着。您缓过来了，没事了。啊，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正做梦，我梦见跟你说话呢。啊，梦见我了。啊。那梦见跟我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梦见你穿着白大褂。你还是那个送子观音，哎，我正求着你给我送个孙子呢。哎呀，我还想着这送子观音呢还是个医生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行了，别说话了，好好休息。说实话，这个结果我有思想准备，但是我心里总盼着能晚一点，再晚一点。完全可以理解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。在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当中选择，我个人的意见更倾向于后者。因为你们的父亲，不管从年龄还是身体状况，都经不起一次更加大的手术。如果确诊癌细胞带面积扩散，恐怕也只有放化疗这一条路。当然，我们还是要尊重你们家属的意见。我明白。谢谢你啊，陈院长。应该的。郝主任，夏婷，郝主任，你父亲已经转回肿瘤科了，你去看看。好，谢谢郝主任。给您添麻烦了。没事，小林，明天我出门诊，你空了来一趟。谢谢郝主任，谢谢陈院长，我去看看。累了吧？回去休息吧。你呢？我想再等他，看看夏天成的情况。哦，对了，有样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自己去看吧，放在我家里。为什么不明天给我？明天我要去蒙特利尔，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，就在书桌上放着呢，自己去取吧。好吧。爸。要不然说您厉害呢，一来就给我们个下马威。哼，我这啊，我这叫激动过了头。哎，你说我这一脚踩空就那啥也不知道了，这，哎呀，我这叫啊大城市过敏症。我说儿子，你还是把爸送回水镇，啊？行了，爸，你现在不是好了吗？没事儿了。真的。我的话你还不信啊？哎呀，反正我觉得呀，哼，这次进了医院，估计就出不去了。别瞎说，明天咱们就出院。嗯，我保证，不会让你再受罪了。哎，干嘛等明天呢？那现在就出院呗，咱们。程院长说了，让你住一晚上观察观察。这程院长的话，你能不听啊？面子不给啊！哎呀，行行行，给，我陪你，有我儿子陪我，我高兴，这还差不多。
管，不管，就不管。走，你走。不走。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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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胖，不好意思啊，护士长，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，我得在这凑合几天，你没问题吧？啊，我就知道你会没问题的，所以我就直接搬过来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先把这收拾好，不耽误你们工作的啊。郝主任找你去门诊一趟。哦，好。这怎么能行？他把位置占了，我们怎么工作呀？那我也占一下。别说了，你让小胖怎么办？丁儿还是他师傅呢，换成你们，你们就能处理好了。这也太过分了！在办公室睡觉了。对呀，那我们怎么休息啊？好，过来。来坐下。这个呢要坚持治疗才能看到疗效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坚持的。还有呢，药不能断，饮食啊睡眠都得跟上，这是个系统工程。好，那我就乖乖的配合。你最近累不累？还好。你公公情况呢？其实一直都不太好，就是他自己强撑着呢，还天天嚷嚷着要帮我们干活。他呀，就是要强，还不想麻烦别人。可是我们是当儿女的呀，我们愿意被麻烦。啊，对了，听说你的生意挺火爆呀，我们科的王医生天天中午饭都到你那儿去吃，是吧？生意也就还行吧。哎，我最近在店里面搞了一个活动，只要是来店里面吃饭给提意见的，我们就给一个菜免单。如果这个意见被采用了，我们就给发50块钱的代金券。你行啊，你还挺有办法的，你是一个当老板的料。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您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护士长，什么？他把办公室占了当宿舍，太不像话了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他搬出去。是格尔吗？是。他把护士办公室占了当宿舍。太不像话了。郝主任，您先别生气，格尔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这样的，咱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。他怎么能这样啊？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他，您找我？我听说了，你把护士办公室当宿舍了是吧？这状这么快就告到您这儿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办公室不能住人，这是一个规定，赶紧搬出去。我也不想住办公室，但是我真的没地儿可去了，郝主任。宿舍四个人挤，我就不说了，还有整夜整夜说梦话的，我根本就没法休息。你要是想换宿舍，你去找总务处。我找了，他们不给解决呀。咱们不说话了行吗？郝主任，您是科主任，主管业务，至于我住哪儿，您就别关心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办公室不能住人，这是个规定，我限你今天搬出去。好，那您让我搬去哪儿？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对对对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。郝主任，您先忙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。走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郝主任，您的态度我知道了。医院只解决护士宿舍，不给医生解决住房，这是不对的。我求你了，离开这儿行吗？咱们去想办法，咱们能解决房子的问题。你松手。哎，刘晓莲。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？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太不像话，出去！我要找郝主任聊点工作上的事，你要是看完病了，就回避。郝主任，我现在掌握的是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先进的生殖医学知识，这事儿您知道。我想单独成立科室，把生殖医学的牌子挂出去。成立生殖医学科室，现在条件不够成熟，你先以咨询的形式逐步的展开比较合适。院里挂牌要慎重，起码要有相当数量的成功案例和经验。不挂牌谁知道咱们有这项技术啊？没人知道谁会来做呀，那上哪儿谈什么成功案例和经验呢？小丁啊，你太心急了。郝主任，这事儿得急得快啊，现在各行各业都是你争我抢的时代了，谁有远见得先机者赢。但是我们医生这个职业不是所谓的各行各业，我们有特殊性和不可置疑的专业性。你说的这些我得好好消化消化。您不用消化，一切交给我来做就行了，您只要牵头。医学首先尊重的是科学，不懂的不能胡来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我资历不够，我得借助您的威望，同时还要成立生殖医学试点科研小组。但是沽名钓誉的事情我不干。行了，小丁，你还是先以做咨询为主，这是科里形成的决议，报院里通过的啊。至于成立试点研究小组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是你也要先打报告，请愿专家研究通过以后再报上级审核，这是一个程序，也是一个规定，谁都无法改变。跟您说不通就找院长，跟院长说不通我就找卫生局卫生厅。随便。那我算提前跟您打过招呼了，别说我破了规矩。你想干嘛呀？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知道你委屈，你不痛快，有什么你冲我来，你说郝主任算什么呀？他怎么说是你的老师，是你的领导，你不觉得刚才那样跟他说话不好吗？说话是为了解决问题。你发泄完了，问题解决了吗？他嫉妒我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还是你真的疯了？都说了你不懂了。是。从你从北京学习回来以后，我发现我真的不懂你了。刘小林，咱俩是朋友，我也提前跟你打个招呼。回头免得吓着你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骗了。这句话我爱听，因为你说对了。垫个脸，你看。嗯，啊，笑了。哎呀，这孩子长得真喜欢人。爸，啊，吃饭了。呀呀呀呀呀！你看我过去吃就行了，你还送过来干啥？今天不是天气好吗？咱们正好在外面晒晒太阳，就在外面吃吧。啊，行，就在外边吃。一块吃点儿，吃过了哦，吃过了。哎呀，再见再见啊！哎，再见啦再见啦，再见啊！这孩子多可爱！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，今天做的新菜。哎呦，我尝尝，尝尝合不合胃口？来，哎呦，哎呀，你做的饭啊，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饭，可就是这肠胃不争气，这无福消受啊！我今天专门在菜里面加一点开胃的小料，您试试。那我得好好的吃啊！来，哎呀，
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要想好好的活着，就得要好好的吃饭啊。说得好，您尝口菜。真不错，尝尝菜。好。哎呦，奶油大虾呀！这个给夏天送去，这小子一定喜欢。你把这个拿去，我去。这是专门给您做的，他你就别操心了，我每天在家里面变着法儿给他做。我跟你说件这小子的事儿啊，小时候啊，看见那奶油冰棍儿，嘿，腿都走不动了。我就琢磨着，你说我这辈子都没碰见那东西，就他怎么能好这口呢？哎，后来我一想啊，我想明白了，这小子呀，肯定是那富贵人家托生的，还托生在有钱人家。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那个，那事打听了吧？我没打听啊。呀，这得去打听啊。要不是我对不起儿子，再说了，你说我这病呢，这是哪天是我说走就走了这。我还是想见见他父母，拜托了，拜托。哎呀，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您别乱说话，呸，您身体棒着呢，我答应您。我尽快找，那成。哎呀，怎么又还没吃啊？赶紧吃了吧。你快去接小莲啊！你撵我干嘛？我不是想多陪会儿你吗？哎呦，陪我干啥呢？小莲这两天呐，那生意特别的好，肯定是累坏了。快去接她去呀！我知道，是她让我多陪陪你的。你看，小莲这姑娘多好啊，你得好好待她啊。我媳妇儿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一会儿就去接她啊。谁让从小你就说我是个媳妇儿迷呢？哎，你还别给我说这话。小时候呀，你一见小莲就没招了，是不是？全面投降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走了。爸，聊什么呢？那么高兴？正要去接你呢。我给你熬了银耳汤，喝点再睡吧。哎呦，银耳汤啊！银耳汤好。哎呀呀呀！你听我说，小莲最近累坏了，她该好好补补。你喝，你喝。我都喝过了，这专门给您熬的，尝尝。哎呦，专门给我熬的。哎呀，快喝吧。哎呦，真好喝。不甜吧？哎呦，我熬的真好，不甜不甜。一看就是下功夫熬的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哦，快，走吧走吧。哎，记着吃药。哎，碗就别洗了，明天早上我洗。好。哎呀。爸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，我看还行啊。那是你在硬撑着呢。我青海的老战友给老爷子寄了冬虫夏草，到时候给他补一补。补品也不能乱吃，这样回头我在书上查一查，看怎么吃更好。好。陆华阿姨还没睡呢。红豆妹妹，不好意思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欠着你家钱。这回先还上320，剩下的争取下个月还清。听嫂子一句话吧，再难也要让孩子上学。老婆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我们父子俩由衷的感谢你。这是在逼着我跟你说对不起呢。傻瓜，孩子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，说明现在时候没到。记住了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爸天天盼着，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快点怀上。你别紧张，你压力太大不是好事情。
我不紧张，我就是急。紧张着急是亲兄弟。别贫了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咱家都是你说了算，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呀？嗯，我在想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找格尔。找他干什么呀？他现在在这方面是专家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管他什么家呀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你刚才不是还说咱们家的事儿都我说了算吗？其他事儿都是你说了算，唯独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咱们再合计合计。不讨论了。喂，是我，程伟。我就知道是你。到北京了？是明天回来是吧？你消息够灵通的呀，什么都知道的嘛。明天下午中层以上的领导要开会，是你主持，通知贴出来好几天了都。真没劲，本来还说有个惊喜呢，这一下好。真是无趣。没有没有，你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还当成秘密，你多有趣啊。是这样，那个我这儿有两个礼物要给你。是吗？什么礼物啊？你跟我说说。这可不行，告诉你不是秘密。你还神神秘秘的。行，你告诉我航班，我通知他们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这边都安排完了，三院的人会派车去接的，我就跟着他们的车回去了。啊，这平时生意还挺好。啊，还可以吧。来，郝主任，东西打包好了，你拿好啊。好。多少钱？哎呀，没多少钱，不要了。那怎么行呢？16。罗阿姨。就是。这做生意怎么能不收钱呢？来，正好啊。郝主任，你等等。来，哟，这是什么？枣饼。你们也做枣饼？哎呀，天天都有人问，群众呼声太高了，不做都不行。好啊好啊，多少钱？哎，我们今天是第一天，只送不卖。还记得那段时光，温暖如春，却未知再美的梦已经黄昏。那些事像日渐加深的细纹，时刻在提醒我们，每个人每一步都心存疑问，这一路上曾相伴的人为何陌生？拥抱里有疑问，久久不舍离分，就算心里很疼，说的话也相信故事完美的发生，如昨天一样热忱。擦干眼泪，还有你的包容陪伴，才有决心去对抗黑暗。拥抱留有余温，明天有个
在等待。